5年的 celebration。 今天坐整天来到会场的外面的时候，让我的感触非常深，因为在外面看到的很多很多很多的 tour bus 旅游 bus， 让我回想当时我们5年前怎么开业在台湾的，从几位朋友的一个相信，几位朋友他们的努力，他们的坚定，有了我们台湾今天，不单是台湾的今天，而因为有台湾给予了我们杰斯的一个非常好的开始。 所以，我在这里呢，谢谢我们刚刚开始的四位领导，我想用最大的掌声，谢谢非常感谢我们的军事长林老师、B级导师、A级的辅导，谢谢你们，因为你们的坚定、你们的付出，才有今天。而且，我也非常感谢在座的担任这个创始人。 Stacy、Jasmine，还有在座的无数的Admiral跟同胞们，最重要的是在座的每一位伙伴们。对于我来说，过去的几年，走爵士人生这条路，给我上了一个人生的非常重要的课程。我在后台，我在问Robin，我说 Robin， 中文。 你们读的这个theme， 今天这个主题是 love and glory。 我说中文我要怎么解释，要怎么讲呢 ？love and glory， 对于我来说，在爵士差不多6年了，整个路程里面给我的也是这个感觉 ，love and glory， 爱跟 glory。 而且这个 glory 呢，是属于每一个人有这颗心，为了自己的梦想去奋斗的。That glory 就是代表地球每一个人类心里面都有一个 glory， 就像。 大夫徐大夫讲的，很多人，我们每一个人在座里面都有一份的 glory， 看我们愿不愿意去改变，也最重要是看我们愿不愿意去突破自己的状况、自己的环境，而不是给自己的环境来绑着。整个这整天的。 一个体会，给我的 reflection， 给我的反省，特别是这最近的一年，最近的一年，我也去了很多的国家，也见过很多的伙伴们，领导呢，也各个国家的付出，让我有感触很深的，就是一个，我讲一点英文，然后我帮我自己翻译。 就是 the meaning behind the taste of success。
你得到成功了，你下一步是什么呢？在这里，今天我看徐大夫他对人类的付出，我也找到我的意义，我也找到我的意义。对于我来说，我的下一步就是要回馈社会。整个这过去差不多6年这个路程让我学了一个很重要的课程，这个课程 is love， 是爱 and 去感恩。什么叫做爱？有很多时候人类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的环境，因为我们的思维看一样东西，我们爱是用我们的思维跟用我们的认知去爱一样东西。可是在这个平台里面，我非常感谢台湾的领导人，他在一路一步一滴一滴的陪着我成长。我在这个平台上懂得怎么去感恩老板，感恩 Wendy Ready 创了这个平台，怎么去接受从另外一个眼光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于人，来看于事。这个平台里面的确我们 very blessed， 我们还有福报的赚到钱，得到一点点的成功。对于我来说，最宝贵的课程在这个平台里面就是让我认识我自己。我相信在座每一位朋友们、家人们，你们都是有一颗很善良的心，很漂亮的心。往往在人生的过程里面，在生活中，可能因为环境，因为 circumstances， 让我们的心硬起来。可是通过这6年的打拼，通过6年的磨练、修炼跟成长，今天我站在台上，我非常感恩台湾。因为台湾这个宝岛 ，There is something magical about Taiwan。There's something very special. 转台。台湾这个宝岛非常非常特别。文语，我可能没办法的清清楚楚跟大家解释。我觉得文语有时候很难表达文语背后的一个意义。那对于我来说，台湾is my second home， 台湾是我的家。通过这么多的分享，这些领导的分享，你看他们影响，你看到整个结束文化，整个结束平台。I don't need to say anymore。我觉得整个结束的平台，整个结束的文化，整个结束整个 ，the whole thing is entirely。整个活动 I hope， 我希望 you can feel it， 因为这个平台，当你想要，当你想要跟敢要， you will receive， 你会得到。就看我们自己的思维要不要突破。的确过去6年真的好像对我来说，从第一天开始，四位朋友在我家里，在我的 kitchen， 在我的厨房的 table， 一个决定改变了我们的生命，一个决定
也改变了周遭朋友很多的朋友的生意。怎么去用短短的十几分钟的文语 the language 去 articulate 去表达我心里面脑海里面的感受，所走过的一步一步的走过来。 I can't articulate that but 可是我希望大家在这些钻石们他们的台上跟 When you look at me 你看到我的时候，我不是一个超人，我是一个普通的女人，可是我一个非常不普通的梦，我也敢做梦，也要敢去做梦，也敢去行动，去把梦弄成真。I hope 今天大家所看的，可能语言不可以表达 ，But I hope 我希望大家可以用大家的心。谢谢，捐赠50000元美金。
我非常感动，徐大夫说，你说你的账号说希望是10000个人，每一个月捐1000块台币，去圆你的南回大梦。徐大夫，我希望我有这个荣幸，我是第一位，我会捐捐第一个，这个数字100个名额。谢谢谢谢，我希望。陈